暴雨紫荆合上银幕，哪吒拍侠女。眼罩、低胸侠、四处派钱派粮，行侠仗义嘅紫荆侠，唔知网民拉爆，仲俾玉蒲团嘅萧定一睇中添。我第一次见到，觉得好得意啦！我谂香港开埠以嚟啦，都冇一个咁嘅真人真事啊！紫荆侠深入民心，系因为佢好性感啦，最突出就系个胸部啦。咁所以我哋其实决定咗用周秀娜。我觉得系因为佢个胸够大，系咁同埋佢嘅年纪好适合。吓、啊！但紫荆侠年约30有几、啊，哪吒要扮成熟啲啦。故事就主要讲紫荆侠带出香港贫富悬殊同楼价高等嘅社会现象。其他人选其实我哋谂住揾翻好多集体回忆嘅嘢，即系譬如女杀手啊、黑玫瑰啊、王铿啊、木兰花啊，咁我哋希望都可以，就算揾唔齐都即系做呢个紫荆侠嘅师傅咯。话希望用诚意打动宝珠姐、冯宝宝等一代侠女出山添。